老板提车。十六的宝石乘以25的命中再除以3再加683，这把武器的话816，等一下啊，683再加上16乘以25再除以个3啊，再加上133.33，怎么算的呀啊？16乘以25再加上683啊，再除以个3再加638，这把武器999，双加66，老板先别去提，有变化啊。加上一个37.62，这把武器1036，有变化啊，有变化。16段宝石啊，再乘一个25，再除一个3啊，减去133.33啊，这把武器903。老板，现在最火的武器呢，不是大唐的武器，所以说这把武器在算的时候，直接给你算成力武装花果山算的是903啊。仙族的武器也比人族的武器值钱啊。903，不过按仙族的话啊，仙族的话顶多是50000块钱，算了，还得按人族算啊，按人族算，再加上133.33啊，人族算的话，咱们是66，再乘以个0.67和0.57，差了0.1，再加上6.6啊，1043，这把武器是善的，所以说人族和仙族都能用，花果山是能用的，没问题吧？我刚才说这把武器仙族能用，你们懂吧？啊，这把武器是善的，所以说。他能用仙族和人族，包括花果山、立天机、凌波城、大唐、立武装都能用啊。这把武器是专用，如果老板是专用吧，如果不是专用可炸了啊。不是专用的话卖个30多我觉得很容易吧，专用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成品的话能卖个10几啊，我觉得能卖个10几啊。啊，有人说锦人族专用，这个就不解释了啊。有没有人见过狮驼岭带的武器是锦龙宫专用，凌波城带的是锦龙宫专用啊？说什么专用的那些东西都是浮云啊。那个字儿是，当然这个不怪大家，我觉得是网易的 bug， 它描述的不准确。所以说关于这种问题的话，其实有一句话说的针对，解释的话就是很难解释，但是对不对？懂的人不需要解释。啊，